是的，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虽然东营是一个只有26年历史的非常年轻的城市，但是站在黄河入海口，也感受到了东营一种蓬勃向上的气势。是啊，尽管东营还算年轻，但是呢，抓住了诸多的历史机会，充分发挥了先发优势。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东营可以拥有这得天独厚、不可复制的在各个方面的唯一性。是的，我们必将会看到属于东营更加美好的明天。是朋友带来了好消息，眼前飘落花雨，一千里一万里，家家户户都团聚，祝红悠悠在心里，满脸堆喜气，岁月多祝福多恭喜，开门万事如意，亲人又围坐在一起，温暖每个日子，有情人成眷属，山山水水情谊，灯火融融在怀里，迎来新天地。
火爆的演出现场，震撼的视听效果，中华情，魅力东营大型文艺晚会精彩呈现。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的中心枢纽，石油之城诉说着沧海桑田的不朽神话。山东东营怀揣建设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发展蓝图，挥洒手牵黄河跟我走的雄伟气魄。齐秦、辛晓琪、范逸臣、孙越、许志安、祖海、瞿颖，群星耀映石油之城，激情唱响永恒的经典。这一夜，让我们共同聚焦这片古老土地的神奇，记录这座年轻城市的发展历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邀您共赏。说起来，东营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位置非常的优越，地处黄河三角洲，这里面资源非常的丰富。你看，像咱们国家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就在咱们东营。我还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到过胜利油田待过一个月社会实践。哦，怪不得你对东营有一定的了解啊。东营是适应石油工业发展而建的城市，它也是全国最集中的石油装备制造基地。那这一次的展览会是东营市举办的第二届国际石油装备展，有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630多家石油石化装备企业参展。是。那我们也非常热诚地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到我们东营来与我们东营结缘。所有的声音都
白雪，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笑容是唯一阻止，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哦，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说不去，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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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的说爱你，我的大哥。I love you, I love you。站起来，我看看谁啊！哇，这么多，那都站起来吧。首先说来到这里非常开心。那么今天因为天气很冷，所以呢，先告诉大家回家呀，赶紧洗个热水澡，然后吃两片感冒通，然后再吃点中药，然后再喝点热水，这样去去寒，别发烧，别感冒，身体健康最重要，好吧？哎，真棒，好。那么特别想唱一些老歌，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想唱一些以前在舞台上很少唱的，是我专辑里很好听的歌，献给你们，好不好？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好的，我们请上去好不好？好，欢迎。好，那个，不好意思，穿上衣服挺冷的。那个，因为真的，哎呀，就两首歌，你们太辛苦了，所以呢，我觉得在我还是唱一首最近一首新歌，然后那个记忆中的歌非常好听，好吗？好吗？哎，清唱几句啊。记得小时候，妈妈教我唱会这首歌。我懂得用生命来附和，不管时间多蹉跎，不管岁月多坎坷，对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 I love you， 我愿为你唱着歌。 I love you。琴声来诉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我一生要铭记的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我一生谢谢。这个东北人啊，就是禁不住忽悠哈。到了山东来，咱一忽悠他，东北人这实在劲儿就上来了。
啊，让我让红颜冻得感受到了我们东营歌迷的这种热情。是的，是的，是的，感谢孙悦深情款款的演唱。是，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演职员，无论是深情的演唱，还是动感激情的表演，都代表了我们对于东营的一种问候和一种祝福。我知道我们东营人评价自己有一种叫东营精神，是吗？是的，东营精神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和谐、诚信、创新、卓越。来到东营的每一位客商和投资者都会深切地感受到这里海纳百川的城市文化和商业气度，并被它深深地吸引。那么为了我们可爱的东营，我们还是用歌唱来表达我们的心情吧。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想最